大家好，我是小豆。我们现在已经到吐鲁番了，终于到大城市了。刚刚从那个大海上出来，随便找一家餐厅吃吧。我就想找一个环境好一点，能喝点东西，吹着空调，太热了。这家就也是精致的新疆菜的那一种，主要是环境好。嗯，我实在太热了，这两天我这没休息好。我今天开车都没力气。我喝西巴斯。两个人。就现在几点？人就这么多了。哎，这是真的砖。是的，还挺脏的，被蹭到。我点了一杯那个吐鲁番卡瓦斯。嗯。它还有另外什么菜啊？红牛烤肉呢？要五串吧？它多少钱一串？15块钱一串。那三串，慌了我。抓饭没有，已经卖光了，他说。叫嘛吃呢？大盘鸡不吃了，上次吃过了。他这家店怎么感觉？这种就改良的新疆菜吗？对，就是改良的新疆菜。点了这么些菜啊，确定下单。饮品先上了，这个是酸奶，我已经喝了一半杯了。这个葡萄干在里面特别好吃，酸奶也还行，但是这个西瓜汁我喝了几口，兑水的。新疆的西瓜这么便宜，他们还兑水，这杯9块钱。新疆的西瓜几毛钱一公斤，哎，是公斤哦。上次超市0.58一公斤。对啊，你这杯多少钱？15啊，我也不知道好坏。西瓜是真难喝。我记得我们前两年来新疆的时候，餐厅里面的酸奶都酸得很，我都是问他们要白糖或者要蜂蜜的。现在的都不酸是吧？都不酸，肯定是人家就是内陆的人吃不了什么，就是太酸了。你记不记得以前吃的都是很酸的，就是或者他会给你一个糖在旁边，白糖。都改良过了，真的都改良过的。我个人还喜欢就是就纯酸的，然后放几个葡萄干，葡萄干是增加甜味的那种。这个也好甜。小戴，人逐渐多起来了，饭点到了，7点多了。人多起来了。我肚子好饿。不知道他们这里的串大小怎么样，我就点了不多，因为我怕跟上次一样，串很大一块的话，没吃完。对，没吃完。不知道是电烤还是炭烤，图片上是炭烤的，但不知道。这个椒麻鸡，我初步看了一下，我觉得鸡很小，很少，很少，都是洋葱，下面还好。那也不还好啊，下面也是洋葱，很少。我感觉它差不多两只鸡腿的样子，料吧，还行。味道很好吃啊，虽然量少。凉菜。这个椒麻鸡我是比较适合我的口味，有些椒麻鸡太麻了，这个正好适合我。比较咸。这个皮鸭子好甜啊。鸡太少了，那我就知道他这家餐厅的分量不会很大了。哇，这鸡皮好好吃。哇，太咸了，我吃了几口之后有点太咸了，真的。我这个重口味我都觉得咸。我这次点个其他的了，42块钱。我没想到它就分量这么少。对新疆菜来说，本地菜吃到的，我觉得不太值。如果在我们宁波吃这个的，我就说，算，就是一般吧。啊，好咸，主要是太咸了。众所周知，大家知道我的口味是很重的，吃得了辣，吃得了咸。确实，我现在嘴巴喉咙好难受。
们祖村有个东西，这边。我就是想跟他们反映一下，让他们自己吃吃尝一下。算了，别惹麻烦。我那边没有麻烦，我就是正常的顾客反馈啊。那你就别反馈了，你干嘛给自己找事呢？上菜的断层太严重了，椒麻鸡省着点吃，省着点吃，吃完了别的菜都还没上。这最后一块了吗？最后一块吧。这是疙瘩汤吗？对。好，疙瘩汤，赶紧让自己的嘴巴喝点汤，不然咸死了要。疙瘩呢？这个是下面这个。哦。嗯？你自己咬。我本来想点面片汤的或者汤饭的，但我看它图片上的疙瘩汤挺香的，感觉挺好吃。我看里面有那个番茄、木耳，还有这个是江客小烤肉，像是炭烤的，我知道的味道。咋样？这个烤肉还可以了，其实。这个烤肉比我们之前在哈密吃的那家要好吃多了。开局就吃了这一盘这么咸的，吃后面的我都觉得有点咸。这个萝卜坡烤鱼，然后还有两串那个红牛烤肉。15块钱一串的，看看肉大不大。这个。小烤肉啊，是7块钱一串的，7块钱。哎，你之前我们那个哈密那个是多少钱？差不多吧，也就6-7块钱。肉还是哈密那个多啊。嗯。其实我挺饿的。我也饿。你去吃了碗面，中午我什么都没吃，我吃了点零食。我看他们上的那种中分的架子肉好小啊，真的。你后面你看，是不是很小？我们之前在哪里来的？喀什。喀什哦，也是这种架子哦，满的一圈，而且很便宜。对，根本吃不完。我记得我们在二楼那个餐厅也是很，那对，喀什很浮夸的一家餐厅，很浮夸的一个餐厅，一个楼梯这样走上来。我们去了两次。这个就是15元一串的红牛烤肉，就这样子，就是比那个小烤肉稍微大一点点啊。肉其实是跟这个肉，我觉得是一样的，它就是稍微大块一点。人家做的这个红柳汁啊，第一次烤的时候才有这个红柳的那个效果。对，回收之后它里营养就是里面的一种某种营养成分或者什么都没有了，已经烤掉了就被。可能我们以前有吃到过很多都是回收的。回民街。这肉太大块了，其实反正味道没那么好。还是刚刚那个串的大小正好。对，这个小烤肉的。我刚刚去上厕所的时候，路过人家餐桌上面那个架子肉上面，零星的挂了几个肉，真的觉得好心酸，就是、好少啊，就跟我们以前吃饱了吃完了剩下的肉都比他多。可能几年不见，他这新疆的物价也都在涨吧。最后一个菜上了萝卜坡烤鲈鱼，不知道他们名字怎么取的，萝卜坡烤鲈鱼，这大概有1斤多的一条鲈鱼吧，上面那个蒜蓉撒的是。这看着应该是好吃的吧？嗯，像是炭烤的。哦，里面的肉看着应该挺嫩的。都是蒜蓉味。肉不是嫩的，柴的。
鲈鱼是海鱼。我跟你说啊，蒜蓉是冷的。真的假的？嗯。好吧，那也是太搞笑了。那我感觉这家餐厅没有一道菜是我们喜欢吃的。我觉得不是因为点菜点错的关系，就是这家餐厅不是特别好吃。不过不适合我们啊，不符合我们的口味。说话要严谨。除那个一定要高个里面矮个里面拔高个，小烤肉还行。哎，对，小烤肉还行。鱼是碳烤的，你自己看后面。看到后面感觉还行。主要是鱼不新鲜，确实是。他为什么不用草鱼或者别的鱼啊？冷水鱼也好。我们吃了246块钱。有用券吗？用了券，大概是226块钱这个样子。20块钱是吧？是。你看我们这一顿饭是不是没什么激情？吃的好吃的东西，我们两个人都没很开心。这种就是对，就我说真的没有吃完，那烤鱼都留了半条，然后羊肉串也剩下了一点，就是一般了，真的一般。这家餐厅，我晚上我再去房子里面补点吃的。